现在为您播送天气情况。傍晚下人民币，西北方有支票，局部会有金块，半夜有零星美元转欧元，大部分地区会有罕见的大面积降美女现象。仙女下凡了。哎呀，提醒各位朋友带好钢盔，备好麻袋，准备发财，祝您数钱快乐，出门艳遇。